哎，玉宝的爹呀，从半山腰上摔下来了。哎呦，可真惨！先生，得赶紧叫孩子呀，回家报个信儿去。啊？高玉宝，我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？啊，人都摔成那个样子了，还抬回来干啥？你趁他有口气，你赶快把他给我送回家去啊！可是东家呀，你总得先让他治治伤吧。治伤？哎呦喂！我还给他养老呢，没门！这是不是有？你少废话，啊，生老病死，自负自担，一切按合同办。哎。智商。哎呦，哎，哎呀，你就别算计了啊！人家也是为咱家干活摔伤的。你出钱给人看病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是不是？咦，瞧你心疼那样，我知道你就心疼你那几个钱儿。行，我伺候你不花钱，快来洗脚吧。哎呀，省得你啊，以后连自己的老婆都算计。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着呢？算计？不算计，那吃啥？赚啥？哎，老婆，你又咋学不会持家呢？哎，瞧，我容易吗？哎。宝儿，你姐的伤，看来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。可是欠东家的债，早晚总是要还的呀。你去周家顶工，也算是替爹娘出份力，啊。哎，别怨恨大伯啊。翠儿啊，你娘不是刚才说让你抓紧时间赶快去学堂啊？哎，要记住，从古至今，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我走了。聪明，像我。
你年纪小，到了周家，也安放灵活一点，手脚啊穷快一点啊，千万别太任性。啊，等你家境好了吧，再去学堂，也不迟啊。送走了，按东家的吩咐，半晌间就把他送回后山了。哎，人算是废喽。这事儿怪不得别人呢，是他自己太粗心了。哎，那孩子带来了吗？门外候着呢，东家。哦。身子骨还算结实吧？嗯，玉宝这孩子还小，身子骨……哦，我的大头啊，我明白了。啊，有人常在我背后说我心狠，逢事爱算计。可有谁替我想过呀？我容易吗？哎。这深深浅浅十几张嘴，我用啥去填换呢？哎，这东家不好当。哎，大头啊，你是唱工头，见水不算少，你凭良心说，哎，能有几位东家愿意拿出白花花的现大洋去为长工治病的？哎，我周某还不算是菩萨之心，大善之德吗？哎，是是，善德，善的。孩子进我周家，学的是手艺，养的是生骨，我亏待不了他。老哥，你真不去学堂吗？那你先把他安顿下来。啊，随便在院里干点杂活，啊，哎哎，哈。你去周家顶功，也算是替爹娘出把力。姻缘很大白啊。等你家境好了再去学堂也不迟。
君怎么会说话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，一定要相信自己，跟着感觉走。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，我很孤独，想跟你沟通一下，交个朋友。你真有意思，你是只公鸡，我能跟你交啥朋友啊？我去干活了。别睡了，啊！快把后院棚里的牛，牵到南坡去放吧。哎，这牛牵出去多吃几口青草，不就又能替我多省下几把粮食？这畜生跟人一样，荤素搭配，一定要讲究哎。玉宝啊，玉宝，哎，来来，拿着做晌午饭，千万别急着回来啊。哦，对了，大娘跟你说啊，你去放牛，这草要没把牛肚子撑起来，你可千万不能回来，明白吗？省得东家回来叨叨你。嗯，去吧。千万别磕着碰着的啊！去吧，这孩子还是顶事儿。带把镰刀，闲的时候啊，打点干柴。再割捆青草烧回来，啊！七发，嗯。我容易吗？你揍，揍我，揍我吧！咱们家底儿全脏得干净，咱们都去喝西北风去。就是一块玉米饼吗？还哄着干嘛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呀！你咋那么难开窍啊？啊！我的嘴都磨成茧子了，也没能让你多长一颗心眼。你就不会盘算盘算啊？今天有人多吃一块面，明天又有人多喝一碗汤，这天长日久，我姓周的还能剩下多少力呀？啊，你让我说什么你才……我就不说，叨叨叨叨叨叨叨，我都替你心累。哎。
8个。嗯。我就知道，你诚心气我是不是？我容易吗？我哎。我又怎么了？我辛辛苦苦的，我又犯你哪条戒规了呀？你往这汤里点香油了？啊，我嘱咐你多少次了，有那么点咸味就行了，这油不是钱买的。我辛辛苦苦的，你找茬是不是？啊，我容易吗？嗯，要不你来，你去。哎呦，这娘们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我的天！没少。我也有责任的，事故创收输入了管理，看来是该对他们进行素质教育了。这帮穷鬼累了一天了，还有精神头熬夜。弟弟开火干两口肉吧。少放点油。我早看出来了，我不喜欢你。你娘人好，你爹太小气了。我也喜欢俺娘。宝哥，池塘里的先生知道你在俺家打工，还问起你呢。先生说我什么？先生说你读书勤勉，也聪明，日后是快赶考进科举的料。可惜了。等把欠你爹的债还完，我还要去念书。
山上来不怕娘找你？俺娘知道我来找你玩。哎，先生走几天了？两天。等先生回来了，我们就去学堂。咱们下河引牛去吧。下河去啊？好啊。无愁无灾。饱满，这收获的季节就要来临喽。人手，哎，这收秋的人手不太够哎。一滴，两滴，三滴，滴滴归大海，一文，两文，三文，文文归金山。是啊，这人手紧巴了点儿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呦，你看你累了吧？还好。快快快快快，赶紧歇着吧。哎。哎，咱们家翠儿呢？哦，跟外边玩着呢。哎，你怎么？哎呀，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啊！你赶紧歇着吧，啊，歇着吧，歇着吧。嗯、快坐下，坐下。来来来，擦把脸。哎。翠儿老弟啊，嗯，你跟外边转悠半天，到底怎么样啊？你倒说说看。哎好啊，准是个大丰收，是吗？嗯，瞧把你美的。哎，那是我说的对吧？哎，咋了？一喜一忧啊。咦，咱们学会转文了呢，还喜呀忧呀的跟一块说。喜的是庄稼。忧的是人手啊，哎，这人手紧了点啊。那有啥紧的呀？像往年一样花钱雇几个短工不就行了？有啥可以？那钱是大风刮来的，啊？以后得学会先动脑子后花钱。啊？瞎琢磨，不花钱，那不花钱雇人，人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替你收秋？嗯，那也没有准儿，啊，这人呐，哼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哎，娘娘，你看，这是宝哥给我的呀，真好看，去跟你宝哥玩去。少跟那野小子搅在一起，疯疯癫癫的，一点丫头劲儿都没有。玩去吧。来来来，抽点烟来。
来，二奶，你娘叫四婶儿给你家提的亲怎么样啊？我什么亲？家里一分钱都没有。再说，我也不想娶媳妇。你不想娶啊？你做梦啊都想娶媳妇儿。我才不想娶。我跟你讲，你小子要不想娶媳妇儿，哎，姑爷，姑爷来了。宝啊，这又替东家传话来了。哎，怎么就没听那小子大声说过话啊？哎，不知道，八成是让老丈人给吓怕了。去去去去去！我这啥主意？大伯。哎，啥事啊，宝？我想在你们这儿看会儿书。哦，看书，好啊，孩子。行行，累了一天了，还有这份心。嗯，好，来，来来来。哎，宝，先听大伯呀，给你讲个故事。啊，听老辈人讲，这古时候啊。穷人家点不起灯啊，可有个人他为了求学问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墙给钻透，哎，借邻居家的光来读书习字。后来呀，他就金榜题名，当上了朝廷的大官啊。孩子，下点真劲儿，这将来呀……哎，宝啊，咱呐，争取考个头名状元，咱呐。把皇帝的女儿给娶回来，别说头名状元了，当个宰相也可以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宝，不管当不当官，可不能忘了这帮老少爷们儿啊！哎，最起码让爷们们都跟着沾沾光。走嘞！打够了没有？起灯！一点正事也没有。瞎熬油，哎，地里的活是不是太轻了？多点会儿灯，他也管，真是的，吝啬鬼。都是我周身骗昨天你和小翠儿上。
今儿我做点好吃的，我都让小翠给你送过去。哎，记着干活的时候别磕着碰着啊。然后，切，咋还说话？不喜欢他了啊！翠儿，玩去吧。娘要去送饭，乖啊！全孩子样样俊。说谁呢？说你闺女呢。把我那份也带上，晌午送饭的时候我跟你一块去。没别的意思，我找大头商量点事儿。什么好吃的？玉米饼子。哎，走的时候严守啊。学着跟我动心眼儿，有长进，来了，快点，过来喝口粥吧。花销太大，今年秋收，怕是真的请不起帮手了，啊？那哪行啊？庄稼不等人呢，你看这天儿，说下就下，万一下一场连阴雨，不都烂到地里了？那是那是。哎呀，那咱得想个办法呀！哎，这一季儿比往年多点了几亩玉米，要是不请帮工，那可……哎呀，你是头儿，
跟伙计们说清楚，商量商量，啊，是不是这一早一晚多出会工，把缺的人手补回来，不就结了吗？嗯，东家，嗯，你看还有这么多豆子没收完，接着要收玉米，这本来就不是几个人能干完的活儿，你这不咋能开嘴呀？嗯，试试吗？哎。起来吧，我帮你烧。今儿这鬼天气，俺就要回屋了。我容易吗？我哎。鸡叫出工，日落收工，是这样。可是咱这有多少辈的规矩啊？就是，多出工也可以，但工资给两份工钱。哎，我觉得说的没错，加上多出工，就得两份工钱。这多劳多得呀，这才公道。哎，对，一定要多劳多得，要不这活没法干。这么不出工，他就给一份工钱不行。放狗屁！一日三餐，哎，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他们，
就这样回报东家啊？你们还有什么良心呢？东家，您别生气。当初契约上是那么写的，基建。你别给我提啥合同啊！经营不善，欠收倒闭，那还不是废纸一张？契约，契约上写明每天吃什么饭了吗？我明天就让你们喝凉水，干不动滚蛋！想讨公道，这世上有什么公道啊？只分有钱没钱，富人和穷人。实乃天真，猪都明白。谢了吧。谢着，谢着，谢。点支香，冒股烟儿，有那么点意思就行了。还真拿着当三顿饭供他，静吧。这就对了。香供着，头磕，钱倒没少收，都两年了。连个带把的也没怀上，白使劲了。你放屁！你瞎嘚啵啥呀？我跟你说，这菩萨是不可以得罪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才瞎使劲呢！杜相爷整天就知道算计，你就知道算计。你哪儿去啊？我做饭去。给我准备点干的，我要进趟城寻几个短工啊。这娘们儿，不分大小头，净嫌我软处你，我容易吗？
我去了。短工请到了吗？啊，不请了，在家里好好陪陪你啊。哎，哎，这日头好像从西边出来了哈，你也学会献殷勤了。搞什么鬼？有个性，再调教调教，就习惯成自然了。气呀，核桃都困不住脑袋瓜儿，跟我玩儿。今天这只公鸡咋叫这么早啊？谁知道咋回事？怪了！哎，我说嘛，两个没亮，干活。到地头再说吧。哎，刘头，你没觉得今天这个鸡叫的有点早吗？哎呀，别说那么多事儿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出工了，哎，都下地了啊！今天早上的鸡叫的真早。哎呀，瞎操心！哎，快睡吧，一切正常。
这个臭公鸡，真能折腾人。哎呀，困死我了。是在品味，这好东西不要轻易用，习惯了就回不来喽。又没逢年过节的，你喝哪门子酒啊？老婆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忙着呢。老婆，啊，你过来，过来呀，哎，过来，你过来，来来，过来。咋了？你想不想听我给你算笔账？歇了吧啊，累不累呀？你让我安静会儿。别哭别哭别哭，咋了？他可是我的财神。他是财神？哎，他能卖几个钱啊？你还指着他跟你换金换银呢？哎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指着换金换银。哎，老婆，你听我给你算笔账啊，咱们这些长工要是每人每天早起两个时辰，就等于有人白替我干了两天的农活。哎，哎，老婆，老婆，哎呀，你看，你坐着坐着坐着，你听我说呀，你听我说呀，这收休少说要十天吧，啊，把他们多干的工时加起来，就等于有人白工干了20天的工活。哎，我既没花钱，又省了饭钱。老婆，你说我这个酒没有白喝吧？你怎么？把门关上，快！没人，没有人啊。哎呀，你怎么能想出那么个鬼点子？没有鬼，只有点子，而且是妙不可言的点子。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啊，老头子，你就不能积点德，行点善吗？啊，你把这些长工弄累趴下了，谁来给咱家干活啊？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请几个长工不容易吗？哎，干得动就干，干不动走人。可是我一厘工钱也不给他们。你，哎呦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其实我也不想得罪人呢，我这个东家不好当啊，我容易吗？哎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可别人就容易吗？啊，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还干这么缺德的事儿，你让我的脸往哪搁？哎呦，你脸面害死人哦。村大爹，嗯，你说你这么聪明的人，哪干这么糊涂的事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听我劝，早晚会倒霉的。嗯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送饭去了。嗯。大奶奶，这东家养的那只鸡咋跟别的鸡不一样啊？咋不一样？
他老半夜打鸣，是不是老姐？是啊，这鸡啊，是不是得什么病了？疯了？啊！当然，依我看呢，宰掉只赚了，省得到处害见人。这每天都是刚躺下去，他就扯着脖子乱喊乱叫，还叫不叫人活了？张奶奶，这契约呀，是不是该改改了？把鸡叫出宫改成天亮出宫得了。去，别瞎说，吃饭吃饭。这畜生嘛，他就是畜生，是不是？谁知道他想什么？他想啥时候叫，他就想啥时候叫喽。说不定啊，哎，过了收秋啊，他就不叫了。下地了啊，坐这儿，快起来。这个周扒皮。
你喜不喜欢我不重要，关键是让东家开心啊。让你一天到晚只干活不睡觉，试试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说他光影就行了呗。哎呦，这很难啊。首先是职业道德，也很难控制自己想成名、想歌唱的冲动。把你脖子一扎，看你还叫不叫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下地干活了。大公鸡不会叫了。你说什么？鸡都叫过三遍了，怕什么愣啊？快放牛去。哎呀，那边那边那边，你在那干嘛？快放牛去，快点，牛都瘦得像条狗了。真会骗人，记住，一会儿千万别乱伸出你的头，小心我。嗯，记住了。杜家，嗯，今儿这鸡可够仁义的，半夜没翻遍，天亮叫的。杜家，鸡蛋还真脱了这鸡的服了。要不大家伙还真不能多睡一会儿，畜生就是畜生，哎，早点晚点都正常。是，跟他去叫啥？下地吧，啊，看，然后下地。起来，起来！做什么梦呢？嗯，还想去放牛，是不是？哈哈。从今天起，你给我下地干活去，现在就去。东家啊，你看，把你发不到地里来了吧？不知道，知道也不告诉你。嘿，哎，高相公，失宠了吧？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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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也当不上杜家女婿了。爱当你当吧，我才不稀罕。别，老姜，你瞧瞧。老姜，干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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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容易吗？我，哎，
这东家不好当哦。哎，老头啊，哎，这豆子已经收完了，嗯，得抓紧时间把薏米给收了。好好。哎，对了，你把小宝叫来，我找他聊聊。宝，玉宝啊，哎，你过来一下，来来。那你先去忙吧。哎，你去忙啊。啊，宝啊。哎，坐下啊，来坐。哎，快坐坐坐，啊！爸，这地里的活累吧？啊，别急，慢慢学。啊，哎呀，不容易啊。这早出晚归，风刮雨淋，不就是为了啊，有口粮食吃？这庄稼人最怕粮食烂到地里了，看着心疼哎，是不是？这老辈人们常说呀，要想当种地的好把式啊。就得和泥巴打交道，啊，从庄稼苗里头找希望。我不赶你下地干活，那你能学成啥呀？是不是？我为了啥呢？我这是为你好。现在吃点苦，等到学到了本事，你也能像我一样，啊，这买房子置地。当东家，啊！昨晚你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，我睡觉了。哦，累了，这小小的年纪嘛，嗯。你昨晚出来了？我睡了。也没听到啥动静。哎呀，这小孩子不知道远近啊！我救着你爹，还养着你。要不是我出钱，你爹这条命也难说好歹啊！啊！可是我让你说一句实话，怎么这么难呢？啊！你说，你真的什么都没看见？啊！说呀！哑巴了？嗯，这是啥？小兔崽子，想跟我对着干，反了你！你不说这件事，你谁都没有告诉吗？啊？告诉我，你把这件事都告诉谁了？啊？说不说？说呀！不说。你说不说你？说不说？你不说。不说。告诉我。不说。把你的耳朵丢。Thank you.
宝，出啥事了，宝贝？啊，咋回事？啊，说。宝儿，你咋跟东家干上了？宝，伤了你没有？他是不是打你了？啊？哎呀，宝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昨天半夜，东家他。真是没良心，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！哼，原来我想啊，是那只温鸡在发神经，谁知道是东家他故意捣鬼。刘涛，这王八蛋欺人太甚了，老子不干了。他不让咱大伙睡，咱自己就在地里睡。好，还是宝说的对，咱们就在这儿睡。对，咱们就在这儿睡。他们在这儿睡，别动，别动，卖命！这小子。出不出去了？嗯。好像是没有啊。谁呀？到现在没有一个长工提前罢工回来，跑过来闹事的。哎呀，求你别晃了，行吗？你整天晃来晃去的，你头都给我晃晕了。哎呀，你这叨叨！你懂个啥呀你？就你懂。这小子看来还是怕我的。这小子哪来的胆子敢跟我拼命啊？哎，也正常啊，兔子急了还会咬人。物极必反嘛，不行，这些穷小子，我得去看看。真是，我是东家，我怕谁呀？这块地里的活不给我干完，我扣你们全年的工钱。哎，高一宝那小兔崽子，他哪儿了？啊？是他，想吃我肉，你小混小兔崽子。呸！狗日的，装神弄鬼。
天天欺瞒燕大大夫，他这边反倒有理了。就是，我跟你讲，他这是想昧咱们血汗钱，这事儿啊，天理难容。对，到官府啊说理去。对，告他去，打他一条腿，打死他！别别别，打他！你叫打他！我对不起大伙，不过我希望大家听我最后一次劝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还，这件事不能拉倒。今天晚上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